在这边群聚的，对不对？有牌又不是没有做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就发一发。现在系统宕机，我发给你，我也卖不了你。民众气得破口大骂，因为排队排了一两个小时，要用快筛实名制，九点开卖，不到五分钟就宕机，药师只能一一道歉。镜头转到另一间药局，九点还不到，人龙从巷子排到大马路，抢头香的民众七点就来。今天第一天呢、啊，赶快过来啊！啊，不然买不到啊，数量有限，所以想说早一点比较安心的。九点一开卖，两位药师两台电脑同步作业，电脑萤幕不停旋转没有反应，接着断断续续宕机，插个卡要等半天。不止系统有问题，快筛试剂的配发量也有问题。配发药局一天只有78份，以基隆为例，基隆市配售只有78家药局，一家药局一天78份，总共一天只有6084份。但是基隆有155983户，就算一户只领一份，分流一半的户数民众来买，买到的几率只有7%，蛮少的、啊，很少。但就一次可能分配的量要稍微多一点，那太少了、啊，那个应该是5分钟就秒杀了吧？本来以为至少100-200份，全国能卖的份数将近只有40万份，那所以换算全国人数，可以买的人约略就是1.6%，所以买不到相对是可能比较常见的状态。第一天将近5000家药局加入贩售，短短3个小时卖出超过15万份。药师工会也开发出快筛实名制地图，可以查询所在地周边贩售点，民众出门之前先查询，才不会白跑一趟。记者陈振茂、周天杰、李奇英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